体坛最炽热的战 ，Now TV 十二月依然高烧。全城狂热的英格兰超级联赛，来到著名的圣诞快车赛期，密集赛程随时令争标互级形势逆转，边个会是最终赢家？一众桌球精英马不停蹄，迎嚟英国本土两项重要赛事——英国桌球锦标赛，紧接上演苏格兰桌球公开赛。巡回赛头八位好手会师广州，爆发本季压轴一战，谁能为今年画上完美句号 ？BWF 世界巡回赛总决赛，顶级班霸、劲旅黑马都为住晋身十六强而奋勇作战，大热过关定系阴沟反选？一切答案就在欧洲联赛冠军杯分组赛最终回，最强体坛盛事，十二月尽在 Now TV。有关许春三违反阳间逗留条例一案，案件涉及一宗日月使者连环谋杀案。由于受害使者失去记忆，无法作供，遂传召成造神出庭作证。使者江林向阎罗王申请押后聆讯，案件一千年后再审，推庭。천년전일이라고그사건은누군가에게은폐되었습니다与神同行，终极审判，即刻按红色掣，即租即睇。Dynasties continues with Tigers. 你准备好未？等韩星同你一齐过年倒数 ，OK 同你现场直播。韩国一年一度众星云集嘅年度盛宴，同你最中意嘅韩星一齐见证本年度最佳韩剧、林俊杰、最佳艺人、李素敏同埋最红嘅 K-pop 歌手。韩星同你跨年倒数。十二月三十同三十一号收睇 OK 频道二零一八 MBC 演艺大奖同音乐庆典，就喺 OK。Your wife, she's been in an accident. She passed away this morning. It's fire and it's crying. Hong Kong can be confusing. She spent half her life here. I've never been before. I'm so sorry for what you're going to find out. I know my wife. Did you know about David Chen? Is that how well you knew your wife? 陌路追凶，逢星期四晚上九点，就喺 Fox。李灿森首次监制电影作品，集合港日两地演员，唔需要甜言蜜语，亦唔要英雄救美。私のボーイフレンドを返して。爆裂家人突击曼谷黑帮，爱革命推翻浪漫教条。Now 爆谷台独家与戏院同步。就算去到世界的尽头，两方的队长来个宣言好了，一路冠军的，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干掉冠军。篮球场上依然绝不退让，速率很快。四大领队坐镇，穿我的球衣，你就是一个 leader。只会越强越强，他在向我宣战，我报回的方式就是得分。这就是观澜，星期四晚十点半 ，Now Jelly 至今国际台。